主角你已经坐在这里了，阿叻，做乜嘢咁样眼光望住人哋啊？好似同你有仇咁嘅？喂，就系呢五条友阻住晒我同志伟冇男主角攞，系嘛？论身形、论样貌、论演技，我都唔输蚀噶嘛。你而家想点啊？想考验佢哋啊？梗系要考下啦！我哋 TVB 啲小生个都真材实料啊，使怕你啊？吓，系嘛？咁你点考啊？嗱，而家咧就当是但一个得到奖。一人分个信封啊，用唔同嘅语气个信封写咗噶啦，用唔同嘅表情去恭祝对方，恭喜佢得到男主角。咁睇下大家演技点啊？你嚟先啊，林峰。哇，你做咩啊？林峰，嗱，你要讲嘅说话就系恭喜你攞到男主角呢个奖，你应得嘅。不过要凶恶嘅语气，你对佢讲啱噶啦，报仇咁。系啊，系啊，系。你睇住讲啊，细路仔。少少。咁一句都记唔到，攞到男主角呢个奖，你应得。你咪同古天乐讲先个样。仲有一句啊，你唔讲。你应得嘅 ，OK。好，你真诚喎。你系咩啊？真诚啲。我真系真系真系恭喜你攞到男主角奖咧，你系应该得到嘅。喂，你是跟我说你望了他那里。是啊，你要望着阿叻。你一点真诚都没有。好了，马仔到你娇嗲。是。恭喜你啊。嗯。拿到男主角这个奖。啊。那怎样啊？是你应得的。OK。哎呀，这么噁心。几时变了性啊你嘉良。哦，你是落我的。是落我。你知道你同我做难兄难弟嗰阵时候，我几难顶噶啦，吓你唔好乱嚟。系啦，阿叻哥啊，恭喜你啦！你攞到最佳男主角呢个奖，拎得嘅。啊，唔错喎，好啦。无限。阿秦佩啊，呢个老气骨唔使啦。你系用好妒忌嘅语气讲嘅，你俾人睇先。因为我年青过你，唔好意思。恭喜你咯，攞到男主角奖。应得嘅吓，入晒气啊！真系五个，真系。咁啊，志伟，你服唔服啊？志伟，吓，你服唔服啊？边个都唔服啲人嚟提名，我哋仲喺企喺度做司仪系咪先？咁不如而家即刻请我哋嘅颁奖嘉宾。呢个我更服啊！就系旧年嘅女主角得奖，犀利啦，系啦，阿谢汪明荃，唔好乱讲嘢嚟。但你个样好似唔系好服咁喎。咩唔服啊？心服口服啊！哎呀，阿姐。好啦，阿姐，宣布嚟好嘛？阿姐好靓啊！今晚你多谢。本年度我最喜爱的男主角，哇系哇，流金岁月罗嘉良。我明白，但系呢度咧就好危险嘅，你跟佢翻出去先啦，好吗？请你讲几句啦。好紧张。我冇谂过自己可以攞到呢个奖。咁其实我觉得喺今年里面，因为我即系出呢个剧啦，即系有一段时间冇出剧。咁但系观众朋友咧都咁支持我。我觉得《流金岁月》里面咧首先我就非常之多谢我哋嘅监制阿 Tommy， 因为佢俾呢个机会我可以演一个咁忠咁正直嘅一个角色。咁虽然系艰难演下，咁但系我觉得呢个世界咧系有好人嘅吓，同埋我有好多好嘅对手咧，即系譬如阿 Pogo 啊，同埋阿 Jessica 啊佢哋。咁好多系观众支持，多系 TVB。虽然圈咗好耐，不过都要讲噶啦，多谢晒，多谢晒，多谢，多谢魏元芳。再次恭喜老家嘅，亦都系多谢阿姐帮我哋颁奖嘅吓。仲有两个奖系咪啊？系，咁咪而家去广告。